那我们一间一间慢慢找。谢谢你，那我们走吧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大手拉小手。欢迎故事馆内面，保中国小二年级班的囡仔，等和绘本指导老师，做伙讲出绘本的内容。这场演出也是因募款印册开始。我们这本是算是社区绘本，那它算是一个立体书，那里面是介绍我们包中在地文化。我们把这本书放在这边，要让更多人看到，知道我们的辛苦。然后就是希望他们来帮我们捐款，我们要让它成为我们六年甲班共同的回忆。到故事馆讲故事以前，小朋友已经在边仔的广场，以各个演出和发单的方式，跟大家讲因要募款的代志。但你可能会问，校方和家长敢无要斗相共？如果资金够的话，就我们帮那个班上的每位同学及老师做一本金砖本。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小朋友，既然也能够赶在湖尾的街头来发他们的一些小的传单，他们真的是不再畏缩了，他们很自信的能够表达自己的能力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教育的重点在这里。为国小五年级开始，绘本老师小珍姑就带着囡仔一步一步完成绘本的制作，因的想法。小珍姑和家长拢真支持，也感觉骄傲。孩子好棒哦！他们创作了，可以说是 X 个乡镇里面能够这样有创意的绘本，应该是属于第一本。然后孩子用他的行动，然后做到了自己。他们的那这个举动啊，可以说是有一种启发他们的智慧，还有他们的一些才能能够发挥出来。真好，真好，二十几本的立体绘本，其实校方和家长出钱都印得出来，但囡仔未开始到最后，拢要全班做会完成。这款的经验，则是英雄宝贵的国小回忆。包中国小六年甲班，我们要圆梦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